怎么看怎么觉得微博这阵容不是已经记了，真的有能赢的地方吗？这阵容现在卡迪要换血了，哎，又是掉落右边优啊，就绝对优吗？只有6.5打3.5，优这么多，有这么多。中路线也是右边一直先推，小龙，小龙到时候也是为右侧先射箭。对，也很难啊。要三杀了，一下，哇，一血，这把的一血是这样产生的吗？Light 没有看到，来，他就闪盾没交单杀了。对，他以为 Light 会拉他，但 Light 没看到。说还在拉扯，左边有吸血，所以确实也可以在这边挂着。真的，受不了了。急啊，左边。哎，我比直接踢正面了。怎么说？踢下来直接锤大。谁去管武器呢？那锤大，哎呦，脾气这么大吗？直接闪现锤进去，然后大招把蝎子打走。龙有了吗？不过这样的话，波比自己要死啊！龙，永恩打进去，还把龙吃了，再砍两刀，逼出要个闪现，怎么要赢了？哦，啊，这就是微博技吗？啊，杀完了呀！再追，蝎子只能跑，但是剩下的人怎么办？劳赞这大招先手死了，置换零吗？这个团啊，烫死了吗？烫死了吧，烫死了吧！大龙啊！啊，什么情况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不可思议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。这样金锤能杀完了吗？哎，啊，能杀吗？谁呀，啊？永恩，小永恩有闪的，有闪有大啊！喂，说 Q 三，塞拉走，反击风暴，交易躲一下，这样就死了吧？这肯定死了。那给 Q 了，亚法能到吗？快了，慢着慢着慢着，小护给。小护，啊，一滴没闪，飞机没闪了，一滴，对。对吗？能追 CD 啊？还是打先叠毛的话是可以的。是贼先动，我拿最快打的3000惩，还有波比会锤走。对，3000血，小虎出去赶人没问题。感觉龙有了呀，别 rush， 2500，来吧，要开人。哎，这样追，这样追，能秒武器吗？兵有中亚，先开个中亚，位置不好。OK， 交闪跳队友，可以。感觉绕龙就行，这样看起来不如绕龙啊。是，打龙打完了呀。就卡一次塔，不用怕。冷静，减下速。那是谁？蝎子被逮。蝎子有闪。那是波比不好留。你拉扯。现在还有大。看右边追。挨住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哎，贾斯打大，角度。大龙。蝎子有大。闪现。闪现拉一只拉回来，能杀吗？DLG， 不上鸟，包括还在下路站，谁能清这个炮车？完全清不了吗？哎，来了，要跟你打架，有没有闪？说尼克这招闪现拉走。哎呦 ，Q 闪，这把人留住，两个大招杀一只尼克，那后续团战怎么打？你还在上，啊，小火龙，哇哇哇，小喷，哎呦，伤害好高，怎么说？再来一口，左边杀尼克也没用啊，追吗？就随便追啊 ，AD 有大的，对，但辅助应该辅助啊 ，W 一下，凯丽莎，这把人收回来，350层的小火龙处理不了了，已经，从右边双线的伤害，等到永恩切。我比别人一枪去了，留住维鲁斯，但是没人能输出。尼克空大了，右边下路两个没大了。火龙，哇！那两个没大了，三个大。哇！维鲁斯一剑进不去啊，左边。龙没了，龙给龙给龙给了，小火龙还能喷，还能打不？左边还要被追死啊！左边在被赶猪，蝎子，谁没闪？谁没闪？再往前顶，哦，小虎，又是欧文，我没闪呢，欧文死了，欧文死了 ，OK， 压几层压的不错，但是反手被蝎子拉两只，还好两个人都很肉，冰进来反击风暴没好，第一时间先交闪拉一下，冰要死了 ，OK， 反击风暴好了，晕一下，但还是要死啊，哎，又打赢了吗？微博，又打赢了微博，大陆波比拖了很久，路二塔没了，二塔没了。还有反转吗？这把
哦，是不是太大了？尼克玩到现在这种时候确实没用啊。而且维博觉得就卡莉丝就是后期更猛感觉。对。来了吗？没闪吗？哎，直接逮住了，直接死了。什么呀？小火他掏空了，他能把 Knight 留住？能说列娜塔给个复活啊？杀人吗？能杀人吗？哇，活了！列娜塔再给个大招，怎么说？小火没血都回去操作。哇！小火龙，小火龙，哇！贾克斯今天回了一口，没换掉。那小火状态真有点好吗？看起来。哇，三百血还是四百血？回头硬操作，一直在操作。对，我们本来没想的是，切不到后排了。救你！不知道，不能打了，这微博。现在在，未免能抢到龙这一波了。这微博只能打了，不被锤走。欧比，哎 ，W 开慢了，不被锤走，锤走，锤走 ，Ra 龙，小火龙一口要喷两只，啊、赶紧下救赎。真得回家，能不能回家呀？加油没了，加油没了。怎么说？小虎被两下点死，其他人都在回家。罚单会死吗？他不会死吧？没闪，回不去。OK， 找个位置回。挺厉害的，是吧？我觉得伤害的那个龙没什么用，感觉。对，那伤害的龙主要大家伤害都挺高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就你拿那种防御性龙魂，反而你不会被秒更。是的，是的。反正一下就秒了。对。被抢一波。二十秒吧。哦，给我闪去断兵线，很有想法。那中路的兵线谁来断？啊啊！嗯，一波了呀。那啊，他还是没了，好像没了。上一波了呀，一塔就没了呀。怎么说？贾克斯就往前顶，然后其他人一塔。一波啊！对，但是看起来也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没双 C 主要是。对，主要两路线，他只能顾一路，然后自己家也没有双 C。不比在正面好像确实也没啥用。是的，防守。微博打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。对。今天状态有点好，微博小虎状态有点好，那我确实好。今天不好说啊，蓝次方第一把输了，是不是有点伤？还可以打蓝，还可以打输了还能选边吗？还是就输的选边，败者选边。